他妈叫老马来干嘛？是你妈叫老马来一起受折磨，大家交叉感染。我今天必带这个人吃吧鸡，这个小兄弟挺可爱的。你是刚刚起床吗，兄弟？没有啊，哦，你早起了。哦，你今天准备玩多久呀？下午有个人给我打电话，所以到时候如果他来电话的话，可能就不玩了。好吧。下午可能要出去。怎么称呼准你备。呀？就我怎么称呼你？叫阿青吧，阿青身边人都这么叫我。对对，，OK，阿身青边人都这么叫我。，OK，你叫我，不知那道这边会不会有人？OK，我们去这里吧，去撒哈米。完了，又有人！哎，怎么这个城里这么多？哇，好多人呀！我们掉头吧。去那个，去隔壁，去隔壁。OK，隔壁有两个仓库，走。我怎么这么多人？怎么回事儿？我操！今天怎么回事儿？呀，我感觉好倒霉啊！我们每次去那就好多人。但没事，你放心好吧，我今天肯定带你吃一把鸡，我想好了。你跟他聊天有喷子，有把喷子。，OK，你跟他聊天，跟他聊天。没事，我来了。他死了。我今天必杀他。
阿青，你等一下，我叫两个哥哥过来，好吧？我们今天有点倒霉，老是好多人，我叫两个厉害的兄弟来，你等我一下。欢迎刘三少，师姐，老板，跟你是要点单是吗？老板点单，稍等一下啊。老板点单，值班客服，那个季节吧。像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问他是不是。我叫两个厉害的来，阿青，对。好吧。不要吃，今天不要吃鸡妹妹，也给我来最猛、最他妈勇猛的男性。喂，能听到吗？那个销售小兄弟。啊，可以。今天你来那种最勇猛的男的，就你们这里最威力最大的那些全部叫来，就越狠越好。好。阿青，你来标好吧？你来标，你来标。哦，我刚跳早了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大坑大坑。OK，走吧。这大坑不应该有人，这个地方是肯定没人去的。我叫了两个厉害的朋友来。我今天一定要带你吃一把鸡，好吧？其实不用的，吃不吃鸡无所谓。没关系，主要是，我也最近有段时间没玩了，但我也挺坑的。啊，好，直接说自己有多勇猛，好吧？你们试音就不用什么试音，声音好不好听不重要，关键下手要狠。我们现在是去打恩怨局，很重要。好，开始吧。开始吧，阿玉是吧？中好一麦，阿玉，那刚好 KD 5.0，上上。先直接选手给下麦的。中午好，二麦九安，决定猛男，打得不猛可以投诉，猛男猛男猛男，二麦十八枪，二麦绝，三麦七六二，这把多了不说，这把吃不了鸡，水里封皮，没那么多事情，打得强，然后我比较喜欢跳学校，这个广场呢，从现在开始就叫 PDD 广场，下一个野鱼。接住啊，哥，下午好。当前四麦续上，打挺好的，见人我就忙，实在不行我见面给他敲敲我这个快板。我告诉他我说哥，你啊，你放弃。好强！
来万海是突击手，子弹号3.4，一发。道道，当前七脉的双手啊，打厉害不疯不混，很猛。一个，完了急眼了自己都打啊。这八脉。八脉的废物，白银金鸡乱杀，白黄金金鸡乱杀，白九脉猎神。九脉猎神。跟婚拆炸，直接退的。你先打药，附近，我们附近。卖的，我贼猛，我能一打四，比那个男人还猛，小心更猛。他冲进，他过来了。哇，好猛！咱们中二了。游戏时长6000，打突击打挺猛的，可以全程跟着你保护你，不知道这个。上数据大师，KD 5.0，草仓500，小心麦雪海。大哥中午好，当前麦序的是雪海，然后枪杠人们话还挺多，然后只要谁敢动弹你一下子，我直接拿我的那个 M72给他突突突突一枪把他给杀了，等下麦伤心。中午好，13麦了，10年老粉，就想跟你玩游戏，玩贼厉害，然后。不猛的话你就哎，阿青，你等一下，我那个朋友马上来了，我拉他们两个，你等一下啊。我们直接玩四排吗？对，我们直接四排吧，他们两个很厉害。向北，再有七到你们去了向北。哎，谢谢您嘞，谢谢您嘞。哎，老板晚上好，向北，有一张3.5，4排黑3人以上，能杠能狗。完了，你能那就5张图随机匹配了。希望您能给个机会。完了，给下一个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是到了属羊了吧？好的，辛苦。当前15麦，我新料皮要造牛体验，主打云指挥每个赛季都给杀不战绩，绝地相声家，绝地猛男，光明是我大号9600小时的时尚图，希望老板给个机会。想做你的贴身保镖护你周全，希望看老弟，老弟想拿那个酒吧给你修脚。老弟干2月陪班干活7个频道6个团，干团长都懵了。老弟从小就得了种冠病叫糖尿病，我糖病操的卖6个小时，直视冰凉雪梨。哥，点老弟单，等下卖的新闻。老板晚上好，16麦的新闻，时长是5000加，然后 KD 这个赛季是百场4.1，场商是500，能刚能狗能指挥，打运营的话，一般吃几率没有吃几率，应该也能吃几。要哪两个？快点！你要的水泥和谁？水泥和刀疤吗？朴老师这边1到16麦。好，稍等。水泥和谁？要水泥和谁？我问一下。水泥和谁？广场和水泥是一个人。广场和水泥是一个人。要那个水泥和那个包吃鸡，好吧？有一个包吃鸡和一个水泥，3号是水泥，包吃鸡是几号？我忘了。包吃鸡的大哥是哪个呀？哦，水泥说的包吃鸡，不吃鸡水泥，他说水泥那个啥嘛。那还有个谁？有没有大师的？谁是大师的？打个一，谁是大师的？我全是大师呀！我操！这咋整？我操！别刷屏好吗？那个好吧，就这个吧，15级牌子，那个伤心雨林。加那个加20级牌子，你那哎呀坏了，好纠结。报自己 KD， 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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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D，
刷一遍发一遍就行，别刷屏。大师五点二就他了，维维这个维维维维加那个水泥封批，好吧，然后去这里去这里，这个歪歪，好吧，这个歪歪，然后你后台是哪个？你直接到时候找那个小盒子嘛，小盒子会来帮我结账的，好吧 ？OK OK， 好好好。喂，是你吗，兄弟？是这个锦城吗？锦城吗？是这兄弟吗？喂，我是来看你直播的。我裂开，这个维维是你吗？是我刚才发大师5.2的那个。OK， 王权富贵是你吗？王权富贵。我裂开，我玉是玉玉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你是水泥吗？对，水这把从现在开始这里叫 PDD 光彩。好，你们快点发 ID， 现在你们是我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我要带我们带一个小兄弟商量一下，你们统一叫我想想，叫我暴仔，可以的。好吧，你们叫我，我想想，你们叫我，我想想，你们叫我龙哥吧，叫我龙哥，你们两个都叫我龙哥，好吧？那行吧。好，你们两个都叫我龙哥，然后，对，然后你们发 ID， 你们上亚服发 ID。打什么段，龙哥？打小号呀，小号呀，小号呀。我博俊武的号能打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就懒得去换了，好，就拿这个号来打吧。这个号数据不是很高，不行我就去换一个。你们两个把 ID 都发在 YY 公屏上，让我拉你们。然后等会儿就是龙哥，好吧？我发到公屏了，你是昆山龙哥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我不是。那就成都龙哥好。好好好。我记得朴老师好像是我们成都的吧。OK， 等会儿千万别叫朴老师，就他妈挨了。挨了。哎，那个阿星啊，你要把那个队长给我，我才能拉他们。喂，发你 ID。你上的哪个号？你赶紧发你 ID， 我们搞起了。好，我在上号。搞这么大个骗局，骗个小孩，没有骗他呀，就又没有说要让他干嘛，就是带他吃鸡，知道吧？让他开心一下，带着小兄弟，感觉他声音挺好听的。龙哥，等会我们就不要歪歪说话，我先拉你啊。哦。我在游戏说话吗？对，游戏说话，都游戏说话。OK， 那我就把歪歪的那什么一下。等一下。检测了，等一下，我换个号。OK， 检测了，感觉有点恐怖呀。要检测了三个字，有点他妈害怕呀。我们开了吗？马上。
Hello。啊，能听？喂啊，马上马上，还有一个人他在上号。这个新来的这个兄弟他很厉害的，就 PCS， 你可以叫他二五仔，好吧？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阿青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。啊，还有一个兄弟在上号，他马上就来，好吧？其实吃不吃鸡真的无所谓的。没事，他们四个也挺好玩的。这个 PCS 是经常跟我一起吃鸡的，你叫他二五仔就行了。四排我玩到现在还没玩过。四排也蛮好玩的，四排队友多嘛，就那个容错的几率增加了。像我们两个倒一个的话，可能在此就游戏结束了嘛。四排就比较容错率多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打得猛一点。四排的话比双排要难一点吧？啊？龙哥拉我。四排比双排要难一点吧？嗯，都还行，关键看配合，配合好的话也能吃。我们才刚认识不久，现在就要求讲配合了吗？没关系的，他们两个很厉害的。来吧，开搞。我跟你说，这把100%吃鸡，你信不信，阿金？我怕到时候拖你们后腿啊！肯定不会啊！我跟你龙哥能听到我说话吧？能听到，能听到，能听到。啊，这 OK， 我 OK， 这个是阿龙啊，这是阿龙，能听到，能叫他们一个叫阿龙。我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跟我一起排的小兄弟叫阿青，我们打了一早上没吃到鸡，我们今天吃把鸡好不好？这把吃不了鸡，我们直接水泥封了吧？OK， 好吧。OK， 我想起了那个男人。我们三楼叫我们三楼，你可以叫他阿龙啊，阿青。四楼叫大海。OK。阿龙和大海啊，你可以叫我龙哥。Okay, 叫我大海就好了。那龙哥，我们跳哪，龙哥？我们等会儿进的，等会儿去看吧。阿青指挥吗？阿青标点。行，又是我吧？又是我吧？又是我。阿青指挥还可以的，他标点还可以的。那行，那你标。四个人的话，四个人我们不能太狗吧？我们去这吧。我们 OK 吧，直接。可以，撒哈米。我怎么觉得这一把我们可能会被狙击啊？这不叫胜利秘密吗？啊，有狙击吗？这不是，我刚才你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有朋友要去狙击我们，他说要来狙击我们。我不知道他在。你不要说狙击什么的呀，你渔夫吗？哎呀。OK， 跳了吗 ？OK， 跳了，走。喂？啊，怎么了？哦呦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我在忙，我等会儿给你转过去，好。先挂了，在忙。我们这里人不多，就两个队。两队啊，那个指挥怎么说？阿青指挥。我的天哪，两个队。打吗？兄弟，刚枪。
OK OK， 那怎么说？你们保护我好吧，保护我。OK OK OK， 保护你，保护你。我找把枪，我找把枪。我对面防区。我这边只死一个。OK。这是谁呀、啊？上来就把信号枪放了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在保护。保护一号，保护一号。保护指挥官。我穷的贪口水。哎，有人吗？啊！保护，走，呼，救！跟他聊天，跟他聊天。别！哇，这人过分。完了。下面。哇，好多人啊！我操，出牌这么难！哇！爬过来！我屁股怎么又来了一个？要来了！给你要！我有，先进房间。你用 B， 全死！后面还有，山上。我没有费劲，打不到他。我被这个 M4 被偷屁股了。他这里有背景，他包里有背景。我捡了。我无敌，怎么说？冲他吗？我可以冲。怎么说？不，冲他，找他，偷你。哎，前方有修正车的气息。OK。我丢个伞啊！我给你丢，你丢。倒了，被闪到了。啊不拉！这牌真难。哎，左边。哎！挡了我一枪。没事。找不到他人了。就哪呢？那棵树后打残了。
Nice， 他死了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只死了，还拉我一下。他就剩一个。这个城区最起码打了三队人，三到四队。没事，我们能吃。可以的，相信我们。我先去喝点水，你给自己封起来。开屁股头了。哎，不是你们在笑什么？这里有，这里有五五六子弹。捡捡捡捡。我们怎么走？大海，你说吧，你意思比较好一点。等会吧，我想捡点子弹，我没子弹了。OK， 看看你还有你，我把枪看看你自己还有多少备弹。还有三十发备弹。三十发的备弹，在这个防区摸两手。哎，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飞弹，我帮你捡了三十发。哎，等会吧。我操，四排这么难的？有急救包吗？还好，我就我是兄弟们太多了。我们吃鸡你也算吃的呀。哈哈。有急救包吗？有，我刚刚分地上丢了两个，在房间里面。OK， 身上一个都没有。怎么扛了个炮呀？对，威力大。我要等一下一炮丢雷怎么把自己处死了就行。丢雷你把按 X 收回包里就行了。最主要是你不要按 R， 你要是按了 R， 你再按一个 X 就按不能按 R， 按了 R 之后就取消不了了。R 是拔引线。哦，那这样啊。前方有摸的，摸的，前方有摸的，在十字路口。对，有摸的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右边有别人打的大空投。七十五十六十方向有修真者，这房就被收过，收过吗？被收过。小心点，可能有老六。我帮你补枪。有、哎、房子里、哎、有老六，在厕所里面。开个门，我丢个伞。好。哇，这个兄弟也是直接冲出来了，太老六了。你要相信。这辈子最爱你的人就是老六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他都会等你。很精辟啊！哇，太老六了，给我吓傻了，直接冲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山顶这边有枪山。我去观察岗位了。捡个枪，我换个枪，没子弹。呀，哎，有人！哪里？哎，这个人有点渔夫。倒了。这个人有点渔夫，抬头望了一下天。后面来车了。有车来了。他兄弟来了。我看到在山上，红色跑车。三级头，打了一枪头。小云九八 K。哎，
打不到他头。我打了上头。到处在打我。飞机上怎么在打你啊？飞机上的，这一看就是经典的人海战术。我这位置不太好，我撤回来了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砸一枪，兄弟。还他妈有空军，这个飞机有点难吧？哎，龙哥，要不要试试看一炮给他打下来？飞机。哦，还有人在狙我。还是刚才那个红色跑车附近。这个石头后有一个，哪个石头后？不要点了，进去不要。我们要不走吧？走，我们走。我们走吧，我们进圈，进圈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别走。我们从这边走吧。右边打你啊！右边打你，右手边打你，先跑，先跑。好枪，走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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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还有人不理他，我还独立打我们。不管他。要他把我背心给我干红了。吃毒。我的红，我的也半红了。啊！前面有人，倒了。牛逼！倒的，倒的，倒的，小心他队友。请他走吧，因为他队友来了。哎，他队友这个包呢？走吧走吧 ，OK。开毒了，后面还有左手边有人狙我们，有把大狙。嗯，你把酒吧 K。后面还有，屁股后面还有。组里面有人打我们，能走吗？我能走。他跑了，走吧，我们也走了。他跑了，我们就走了，不要管他了，要不然卡死了。我们要吃鸡的人。呀，把我衣服给我，把我背心给我打红了，这样狗逼。我才42，我也没了。
在哪里？组里面，组里面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他们很难受。哎，石头后有一个，近点石头后。啊，你别管我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，就快走走走走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，组里面。这两个鱼已经，他们铁被毒死了，你走吧，你走，你走。这毒很痛的，收完钱很痛的。哇！